鸟吉他班。我们今天要表演的第一首曲子是王力宏在电影《恋爱通道》里面相当令人动容的一首歌曲《你不知道的事》。Thank you.
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第二首要表演的曲子是台湾的传奇歌手黄大成，传唱在民歌爱好者心中的一首非常豪情奔放的歌曲《金山古道》。带领我们民谣吉他弹唱初级班，非常感谢。